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亚当，我是 Dennis， 我是 Dennis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影片。今天的影片是一个惊喜之作，这个惊喜之作是跟大家讲故事的。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在开始之前，你要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哦。叮。所以呢，这次嘛就是要说故事。大家一直答应，然后就玩起了真心话真心话。哎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介绍课程，还有个名字的故事。有什么故事了没？什么故事嘞？我是什么人？年轻人。再见。我 feel 到这个课程就是一种的经验。今天能有这种经验，我的研习生涯可以靠这个高度发展。点弱点，那我先从一个开始啦。强点吧，可能我真的很会给意见，然后弱点，普通的手段就是这样。我嘛，强点呢就是厉害简介，还有拍影片、拍照。弱点呢，就是没耐心哦。拍摄嘛，我就觉得拍摄可以拍女孩子了。哎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那可能。拍摄嘛，就是帮人家拍摄，留一个更美好的回忆。还有剪接，剪接就是说，未来对未来事业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加入一间公司的话，帮我打广告怎么讲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们，你们有梦想吗？还是？